西善门师徒二人判案现场，共同好友西土网悄悄上线。偷不偷？偷不快。师傅。徒儿，你发现了什么？我发现了一些可能造成他死亡的原因。我们俩现在梳理一下，好不好？你也帮助我一起。针贴在他下面吧，要不？欧说他跟针是昨天是第一次见。就是不熟，瓦，西土瓦，我的，西土瓦，差不多，长得像。你敢笑我师傅？重来一遍啊！重来一遍。好，你刚才写错了。啊，我写错了，我写错了。师傅教导的是。师傅关键是身体不行，脑子也不行。你还有补充吗？没有，我们就让他们来，我们一一审。好，审他们。骨头不行，脑子要行，加油。好，你去把他们那些嫌疑人一一带进来。哎，你的卡子要摘掉呀。你如果真的这样的话，他能不能给你两个黑卡子呀？对，不能忍。你得摘了吧，摘了吧，摘了吧。哎，我不能忍。可是我知道男有的男演员故意要这个遮脸型啊。我乔需要遮脸型吗？我乔需要吗？真的想说，你们这么凶，想让我投你们，我投你们。我不管你们发现的多不多，我先来跟大家分享一下。我你呀，就你先说呀。侦探先来吗？我先来跟大家讲一讲，好不好？厉害了！今天这个是这么玩的。对。这等于你这个腰打开了你这任督二脉，对不对？现在看什么都特别准。脑子也不大地，我刚才把那个针字都写错了，玩了那么多次。稀土瓦嘛，对呀，我写了个稀土凡。